Hello，大家好。那来到我们这个沧海30天的企划，我就一样来到我们沧海30天企划。哎 现在不能说30天，现在只能说110的企划，因为已经超过很多天。哦，那现在是这个9+6的时间哦，所以我们就要来保证强化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目标第一张就是零的一叉卡。数值真的掉很多，哦，以及一张张敏勋，OK，那我们这个两张的机会都抢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一样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是训练，然后要卖的卡，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王建民，王建民。真的是一个梦，然后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我们买了这一张，好不好？买了130亿的，算140亿的嘟嘟潘玮柏，我直接瞬间可以提升我们战力一个档次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嘟嘟潘玮柏直接上起来。瞬间提升一个档次，那我们看能不能变成95，一样平均点。应该是可以来到95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来强化一些卡。这些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卡，但是，现在有卡了不？就先放着，来到95，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有没有可以练的一些明星赛的卡，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有没有那种可以直接买的，然后 CP 值又高的。现在的明星赛的卡都变得蛮便宜的，不过高加成的卡好像就没那么多。我们筛选一下好了，打折。打折的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。目前好像没看到什么比较好的卡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来速刷一下，没有那种高加成的卡。好吧，看来应该是没有。好，那最后我们一样，我跟前一部影片一样。就是来速选秀，现在越按越顺了。国家队一样，5张选好选满了，选到王建民直接发大财。我们多选个二二的吕彦青。啊，吕彦青、吴哲源选起来，再来18的，然后还有几张17的，OK，那我们直接开选。2张，看能不能中个国家队的卡。然后看到国家队的亮光，碎了，张毅加王振堂，好不好？直接大财直接发起来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张毅
我们现在看一下张毅有几张。然后现在都没卡哎，到加四都没，加五加六都没卡，那就很简单啦、啊，我们就把它垫上去，垫完再买。看一下，这个还有五天，数字节，慢慢垫。好了，我们好了，我们直接卖好了，好不好？就直接卖掉。直接就开卖，啊，收获算是我觉得还不错，那就是有开到一张，选秀选到一张张毅，还不错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、一个订阅，可以开小铃铛，这样才收到及时分享之后，下次晚上见，拜拜。